神花。这是洛神种子啊。洛神花蜜饯，那个洛神花的籽，我们现做的哦。怎么卖啊？一罐150。鲜艳的，好吃。这样子啊。下手一个吃吃干嘛？等下去找他们来买，没有，我手没有空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等一下会不会逛到这边来？应该会吧。我们都在这里，我们的有机的。
4点半再回来这里帮忙哈。你如果没回来就倒大霉了哈，你肯定会缓送你就是。但是你出去不能说直接推着推着就可以出去啊哈，必须要有这个村庄的副村长给你带人开好，到这里报道就你说才可以。好，这是缓送。这个副村长怎么来的？部队派队，入口这个民办队当地派，这个入口单位兵哈。录影机啊，哦，录影机啊，哦，还是看的，哦，这边看，这边看，哎，这嘛无无多你看，对鬼子民有哪些？啊，你电池啊，你机卡、机卡大还是什么的，都要整嘛。吃的会乱跑，这个篮球也是问题啊。这个这个机房会烧了，这个机上。漂亮。漂亮。不敢。来，来，来。就是因为生活这么不方便，所以说干脆就是出走嘛，对，来正常生活比较安定。我还有在晒啊，哪里晒啊？晒一点晒。